丈夫陈家豪今届双双夺冠。陈家豪在半马赛事同斗了多年的队友纪嘉文携手冲线，时间1:08:55，陈家豪快一步压线夺冠。我哋跑咁多年，其实呢一场都叫做我哋差唔多叫做黄昏嘅一个赛事啦。咁啊，两个都跑到咁高水平，我哋就谂住不如一齐过终点，当一个美好嘅回忆啦。系啦，系咪咁样？系啱。女子组就由屈子莹以1:20:41夺冠。Now TV 记者宋国玲报道。